二波义卖活动在城北岛上，这里很吵，而且里面很快。我问他说你有没有看我们的影片，他说有啊。我说那你是后面义卖活动？我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你都要记录，王八蛋弟弟。这两次表演的魔术道具呢，我都会放在虾皮卖场那边都有做贩卖，然后一样会扣除成本之后，把剩下钱拿去抓一起帮助街友这样。我们第二波义卖也在筹备当中，然后我们是打算做饮料提袋。对，可以赶快来支持一下，来粉丝团看看我们的进度吧。一样交给你们喽，这个 BGM。可以去我们的虾皮卖场还有粉丝专页去看看吧。再会，拜拜。拜拜。拜了。是啊，我玩玩看。各位看，先去第一张自己看。谁看的？好好好，你抽到什么？啊，你不能看，你把它撕掉哎、欸。请你把撕碎的东西慢慢排进来。这种碎片。不好意思，摸摸看。我上次摔过的。怎么可能？这个不能丢回去。它是缺一个角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把它盖起来，这边也放回去。进行第二次复原。这个复原，感觉有没有乐乐的？我觉得道具坏掉了。屁啦！先检查。把青蛙壳真的超好用的。